下一位宝贝比赛哪里？掌声有请 Kayla。这可真是洋娃娃哎 ！Hello Kayla。Hello。你好，来 Kayla。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Kayla。自我介绍。杨幂哥哥，杨发哥哥，你们好吗？我唱首歌给你听。哦，唱首歌。唱歌之前，我们能知道你的名字吗？我是 Kayla， 五岁了。五岁了、哦，你会唱中文歌吗？我会。哦，什么歌曲？嘘，你听。大家都在跟你鼓掌。 Kayla， 你知道中国的绕口令吗？绕口令你知道吗？会说吗？你会说吗？扁担长，扁担宽。不、oh, continue 继续。红凤凰，黄凤凰，粉红凤凰，花凤凰。你要教他这么难的孩子，你必须高标准严要求啊！红凤凰，红凤凰，黄凤凰，粉红凰，粉红凤凰，花凤凰。再来一遍，给个面子好不好？好。我们慢一点啊！红凤凰，红凤凰。黄凤凰，粉红凰，黄黄凤凤黄黄黄凤凰，粉红凰。有进步。粉红凤凰，花凤凰，粉红凤凰，花凤凰，粉红凤凰，花凤凰。很好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小孩子要给他勇气。好了 Kayla， 欢迎你回到中国来过暑假，希望你有所收获啊。你会说我们的那句口号吗？妈妈应该教你了。黄金宝贝，我要上香呀！加油 Kayla， 请登上黄金舞台。100秒计时开始。